这个还是在克吕尼教堂，是吧？博物园、博物馆。看，这里是一个漂亮的教堂，里头是有情节的画，被指派七位贤者要去消弭犹太人跟其他种族的纷争，他在演说，但是不被接受，所以大家都捂着耳朵。那于是呢，他就被驱逐出去，然后被用石头砸死。